嘿，大家好，我是李贝，我们学习课本吧。最近有点累，我总是很累，也许我应该补铁，对吗？多吃，我怎么说，多吃肉吧。我不想吃肉，但是也许我应该多吃肉，否则我总是很累。不知道，需要考虑这个吧。哦，我的支架在这儿。看得到吗？哦，不是我支架的问题，这个放那儿。哦，OK，哦，这样没事。红，这是我 OBS。OK，我们学习吧。上次的视频我们说到这里吧。就是 OK，第136页，我们学到第57课，什么什么？哦，OK，这是我们填空，就是选择一个词汇，对吗？什么什么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是对语，对吗？答案不是对。如果你举手问我李贝，为什么答案是对与而不是对呢？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about this question, regarding this question，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Yeah, 那个对 is towards this question. 我对你，说出我对你解释一切，对吗？Towards you, yeah, 对，好难哦。还有另外一个吧，他 OK 对我，忽然这么冷淡。也就是对，对于呢，可以呢，就是他对有点我用像，我说话的时候用像，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用对，我就是用像。他对我忽然这么冷淡，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就是对，对吗？对是对的，对是正确的。对于他们，no，对于他这位外国人来说，刚开始学太极拳，什么什么会有一些困难的，必定不行，必定可以，一定是一定的。你肯定会一定的进步，对吗？Definite 进步，对吗？一定，这个还是挺难的，对吗？也许如果我上大学学习语言学，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是必定而不是一定。他们考虑了很久，终于什么什么马上结婚，决定。毕竟不行，这是他的决定。其实你不用看这个吧，就知道答案是决定，或者下定决心，或者类似的。首先我覆盖一下答案。早上10点，他们要举行婚礼，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时候，婚礼，幸福的时刻，我认为是时候，不是时刻。时刻是比较短的时间，对吗？婚礼至少在中国是比较
比较长的过程，对吗？也许在别的国家就是1分钟的事情，经过4年什么什么努力的学习，他大学毕业了。时间不是时刻，肯定不是时刻，时刻是 momentary or an instant。耶，时刻，幸福的时刻。幸福的时候，你认为就是那个搭配不恰当呢？他对别人对他的，他对别人对他的什么不感兴趣？他对别人对他的态度不感兴趣。So he, in regards to how other people, in regards to him, not interested. I think it's 态度，应该是态度。OK，谈论、议论，应该是议论，对吗？议论对他的议论都可以呢。议论，你议论人，对吗？You comment about people, you make comments on them。人们不喜欢这样的谈论，我觉得不行。这个挺难的。OK，这个，最近报上经常什么什么一些什么问题，提出问道，谈论可以，也谈论，discusses what questions, not like 议论 comments on, yeah, comments on questions, problems, 这，我看到了，最近是我什么什么，不会说去，不会说出去，就什么什么自己不知道吧。最近是我也不会说出去，就什么什么自己不知道吧。有两个空，一个是当，一个是当然，这怎么可能？这进去我当然 OK，不，肯定不是当，对吗？我当然不会说出去，就当自己不知道吧，当自己不知道。OK，just、okay, assume I don't know，maybe it's that。第一个空是当然，不可能是当，对吗？OK，弟弟已经什么什么爸爸了，已经模仿或者学习爸爸了，可是我妈还把他什么小孩子，就是当，对吗？当no 当次生当小孩子。他什么什么不高兴了？当然不高兴。那个弟弟已经当爸爸了，不是当爸爸了，就是 younger brother is already a father。Maybe 弟弟 became a father at a young age。可是我妈还把他当小孩子。OK，so。Didi has had a child and is now Baba. You're in the Baba, your 孩子的爸爸。OK，他当然不高兴了。OK，so there's tension in this family. So Didi has had a son and is now a father. But my mother, I don't know my relationship. Oh, my mother is Didi's mother, probably. 我妈，耶，我。那个弟弟是我的弟弟，对吗？我弟弟，我妈应该是同一个吧？
也，但是人们的关系有的时候有点复杂。我是想，我妈是弟弟的妈妈，我妈把他，还把他，小孩，OK，当小孩子，那肯定他是，弟弟的妈妈，他当然不高兴。OK，so he's had a child, but his mother, who is now a grandmother, still thinks of him as a child, despite also being a father. Yeah, that's what happens. 什么什么，大家都不努力，才能什么什么才能，保护这里的环境。如果如何没有问题。最近你家里的情况如何？不是怎么，不是怎么，你记得吗？上次的视频里，ChatGPT 说你可以这样用，怎么？但是课本里的问题，就是他专门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要强调是如何，不是怎么。ChatGPT 就是错的，对吗？不是我错，ChatGPT 是错。他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就是什么看电视剧？OK，好是什么？什么什么看？电视剧，好看的电视剧，这是形容词，对。他不吃不睡的要看完，那个是好，他好看电视剧，好看的电视剧，他就是废寝，我怎么废寝忘食？忘食，废寝忘食，那我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废寝忘食，这个成语对吗？我查一下，废寝忘食。废寝忘食，英文中，这是中文，我怎么改？那个输入法怎么改？我不熟悉这个软件，是自由，还有别的可能性。这是英文，是这个的，OK，好，拼音有什么区别？Voice，OK，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就是这个废寝忘食，我可以用输入法，语音输入法，不过最方便的那个26代表，英文，字母对吗？那数量，OK 我看到这篇文章，什么难啊？好难啊！他写的文章，本来就不好懂，no，好懂，好懂，不好懂，yeah，那个也是好，三声，他还特别好用一些。怪词，yeah，那个是四声，三声四声，火烧点燃了，开来了，yeah，很危险，快让大家散开来，那个是火烧起来了，燃起来。燃起来，烧起来，火烧起来，应该是这个吧？火烧起来了，OK，不好意思，第一个是起来，第二个是开来，散开来，everyone should disperse，对吧？着火，你推的什么这个门吗？你推开这个门吗？你推的。应该是开来的嘛。如果你说你推开这个门吗？
你推开了这个门吗？ Did you open this door? Did you push open the door? 你推得开来这个门吗？ Did you, yeah, 推得开来。Okay. Should I ask ChatGPT or is this... No, I don't think it will give a very good explanation. It's not very good at grammar. 它的语法解释有的时候不完整或者让我更糊涂，所以也许我不管它。听说北京的胡同，你知道胡同吗？这个是北京的那个小 avenue， 有点像迷宫那样吧。他们是非常非常窄，也有传统的建筑。我曾经住在胡同里，北京的胡同里。OK， 拆了很多是吗 ？OK， 哦，这是回答问题对吗？是啊，这对于人们的安全 ，no， 这这个决定。是当地政府对于人民的安全采取的对吗？这个决定 no, 这个政策是当地政府对于人民的安全所决定的。No, 这个决定对于这个决定是对于人民的安全no 这是对于人民的安全所决定的 yeah OK 这个可以吧，这是对于人民的安全所决定的，好可以。你觉得结婚以后还有爱情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当然有无数的可以回答问题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五一假期去泰山你看怎么样？五一放长假去泰山旅游。旅游的人特别多，飞机票必定很贵啊。Oh, OK， 这个很简单。Yeah, this is what holidays are like in China. Yeah, 比如春节和五一，或者十一，又五一又十一。Oh, OK， 春节是那个。yeah， 因为就是全国的人，他们都就是同时决定哦，应该回家看拜访那个亲戚朋友，或者去名胜古迹观光旅游所以呢，我认为最恰当的季节就是应该是三月末或者四月初，那时候春节已经走了，没有春节，但是春节是非常冷，对吗？那个四月初那时候，中国人已经，因为他们不久以前已经回家，到爸爸妈妈的家。所以他们没有钱，而且没有时间旅游，所以那时候你可以旅游，有很多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人不多，因为他们忙于工作。第二个原因就是价钱很便宜，因为那时候没人上火车，没人上飞机。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我忘了。OK， 算了。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天气良好。
不错，那时候的天气不错。早点儿就是太冷了，晚点儿就是太热了。中国的夏天挺炎热的，对吗？冬天太冷了，下雪，不舒服。所以，4月更好。9月也是很好的选择。你第一次见到你朋友，你女朋友父母的情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如果你和我一样，有一天，会见到你女朋友的父母，我敢赌，你会很紧张，肯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这个可以吧？你刚来3天，怎么就要买回去的机票？买回去啊，就是返回的回，对吗？你刚来3天，你怎么就要买回去的机票？昨天学校给我打来电话，说最好我立即回学校讲课。你现在住的那家房东，我。是打错了吗？房东是一个人，不是那家房东。那家房东怎么样？好极了，他们就是当我做好朋友、亲家人们。那家房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房东是人，那家公司，那家房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OK，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是我需要注意这个课本。如果我不明白，应该有原因。我们问一下，我们不问头，我们问一下 GPT，它比较聪明。My textbook says, asks, what does it ask? 他问我，你现在住的那家房东怎么样？I'm confused. 房东。Is a person. 房东 is landlord, right? 没有，Yeah, 就是 it's person. It's not a building. 是的，房东指的是房屋的所有者。所有者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词汇。Owner，所有者。OK，不好意思，所有者或出租者。OK。通常是一个人。这句话问的是你现在住的房东怎么样？你现在住的房东，即房东的情况如何？OK，包括他的态度、服务等方面。但是他用这个那家，这是他忽略了一部分，对吗？你现在住的那家房子的房东怎么样？对吗？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描述一下你与房东的相处经验和或者房东提供的
哦，是否满意？OK，我考虑一下。Is it short for 那家房？为什么家？Why are they using 家？Why are they using 那家？It's not a family of landlords, right? 家用于表示一个单位和组织。那家房东哦，it's like a rental company, is it? 那家房东绝对是你目前住的那个房东所属的单位和组织。OK。家 is not the major word for 单位 though, right? 组织可以，这种用法在中文中比较常见，所以课本这样写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写应该有原因。我喜欢这类的课本。If there's something I don't understand, there is a reason for it. It's not like many apps and things like this. If I don't understand it, it's probably not important. If I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in the textbook, there's probably a good reason for it. I like textbooks like this. 这种用法在中文中比较常见，用于表示某种机构、公司。Would you, I don't know, elucidate this a bit more? This through examples, through related. No, I know what the measure would tell me. No. I mean, the concept of 一家房东，那个房东就是是房东公司的短称，是吗？那家，他用的是那家房东公司。Say me. I know, it's really tricky. 那家房东。Is this like the kind of thing Chinese people say, but it's not strictly correct? Na 家房子的房东，那家房东公司。那家房东 refer to a person or a family of landlords or a company of landlords. I'm so confused. Yeah, I'm getting even more confused. The term specifically refers to an individual. Okay. So it's the kind of landlord belonging to a company. You say in the kind of somewhat informal doesn't necessarily imply a family, rather. Is 家 not being used as a measure word here. I think I, yeah, it's not a measure word. Okay. There she goes.
你现在住的那家房东怎么样？耶，那家后面加上一个逗号，对吗？那家那个家，对吗？家就是也是名词 ，meaning house family， 对吗 ？House， 你现在住的那家房东怎么样？耶，在家后面应该停顿。如果他在这里加一个逗号，我理解。但是没有逗号。OK， 好，好，好极了，真的吗？哦 ，OK， 好的。他们，OK， 当我做好朋友也是这个，算了。明天要考试，你紧张吗？耶，你知道考试，也是动词，考试也是参加，也有参加考试的意思，对吗？我明天会考试，我考试，我正在考试。OK， 一点儿也不紧张，我不知道，只把考试，当为，我怎么说？轻易的对手，轻易打败的对手。I don't know. It's weird. 最近啊、I think the point here is you're meant to use it done with a person or people here. 他们。他们房东是他们。Okay, so they have more than one landlord.那家不是房东的家，是那家。你那个家指的是你住的地方，对吗？哦，不指的是，不指的。我越想越合服。OK， 最近小王为什么越来越瘦了？是啊，是啊。OK， 他看起来好瘦。OK， 但是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看起来好瘦，也许他天天吃青菜。哇，很多问题。这个消息。你们是怎么通到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哎，这个这么大的事开来 ，OK。当然会传播开来到大家的身上，对吗？当然会普遍传播开来 ，no， 当然会是传播开来，传播，I think it's 传播 is the right verb there。你这个假期过得如何？我这个假期过得。很好，也过得如何？过得很好。老杨，怎么天天听京剧呢？啊呀，哎呀，是个戏，戏迷。那个游戏呢？戏迷应该玩游戏呢。不但，哦，那个是戏剧，不但。喜欢听京剧，而且喜欢听，那、no, 喜欢看，戏剧，对吗 ？So not only likes to go to the 京剧 Beijing opera, but also likes to go, go watch plays. Okay.
这个周末，你休息得怎么样？哎，也挺了，不但没有睡觉的时间，反而，我不知道，不但没有赶上飞机，反而，no，反而。三省二省总是很难说的嘛。反而，不但没有，没有赶上飞机，反而，我的车轮胎打泡了。那不是轮胎可以打泡呢？我的车引擎出了毛病。故障，我的车抛锚了，就是我的车抛锚了。OK，听说北京区郊区出产苹果是吗？是呀，什么什么产量很高，而且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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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种的苹果产量高啊！那里种的苹果不但产量很高，而且味道也挺好。真的吗？他这样做，我觉得能解决问题吗？你觉得能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人觉得轻松，他会让他觉得轻松，不但反而不是不但而且，对吗？那不但，我觉得不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加剧这个问题。OK，let's chat with ChatGPT。OK，can you help me with 不但反而？Is it like 不但而且？I used to think my grammar was good. OK，不但而且，他不但学习努力，而且在体育方面也很出色。OK，A is good, B is good, but they're kind of different. They're not just the same thing repeated. OK，It starts with OK，他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Oh, he not only. Okay, so not only didn't solve the problem, but it made it worse, kind of thing. Not only didn't make him angry, it made him laugh. Okay. So unexpected or contrary result. Okay, so this is the expected result. No, the expected result is that he would get angry. But he didn't only not get angry, he also started laughing. Okay, I think I get that. Let's try writing one. Okay, let me try. 不但反而, okay, 主语放那, 我不但 Okay, what would be the expectation? 我不但没通过考试，反而彻底考砸了。provided without, oh yeah, without adding, yeah.
你知道这个软件，你可以点击那个吧，然后这个，yeah，或者说 I'm an advanced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 I don't want English. Okay, so sometimes it adds pinyin English. Then she, yeah. Let me provide a translation without adding English or pinyin. How do you provide a translation without adding English? But it's not a translation, it's just like you copy it down. Pinyin or pinyin. Okay. Okay, I think I understand. Okay, one more. Let me do one more. Let me do one more. 不但 are okay. I need a 主语. 主语. 数学老师不但不但什么？不批评学生，反而把他的作业挂在白板上。So you're expecting the maths teacher to criticize him, but instead he took his homework and stuck it on the whiteboard. Oh, I really like this. Here's a translation without any English. It's the same sentence. 太奇怪了. How can you translate without adding English? You add Indonesian or something. Okay. 所以，我的你觉得你觉得能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然而会加剧问题。Okay, so this needs to b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So, maybe the question is like, it's contrary to this. I not only expect it to not solve the problem, I also think it's going to worsen the problem. Yeah, I think it's like that. 经过这场大火，他们是不是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生活的勇气，他们不但没有生活的勇气，倒变得更勇敢。I don't know，这个肯定不对。经过这场大火，他们是不是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们不但没有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倒变得更勇敢。OK，那应该是他们期待的答案。你妹妹现在开车开得怎么样？她现在越开车越自信。他现在越开车越开得慢，开得快，开得安全。OK，北京九月的天气是不是很冷？还可以，一点也不冷。你带的衣服值什么？值。取暖不冷？No，我真的不知道。取你带的衣服，你带的衣服，取什么不什么？举起举，举薄不厚，举薄不厚。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OK，我试一试这个吧。我看你哥哥，总是在看书。他喜欢运动吗？
哎呀，只喜欢看书，不喜欢运动，应该是这个吗 ？OK，这个这里应该是形容词，形容词，只暖不冷。OK，I think I have to ask ChatGPT on this one because I'm not very sure。我不确定这个，我不确定。OK，next is a Q&A I should fill in. A. 北京9月的天气是不是很冷？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日子，最好的月。1月份，一点儿也不冷，一点儿也不冷。你带的衣服值什么？不，什么？I think maybe I should fill it in thusly. 值。暖不冷，我 maybe 只薄不厚，but I'm not sure. 哦 your attempts are quite close. Okay, so they're both wrong. 只轻不重，OK。你带的衣服只轻不动，不重，OK。Can you？In this ballpark, maybe I should say in this family, but. 一点也不冷，你带的衣服只合适不过多啊，只合适不过多。OK，this means your clothes are particularly suitable，对吗？Just right，not excessive。一点也不冷，你带的衣服只适中，适中，真的吗？不过油，过油。Okay, this is not, I mean, just, I mean, maybe translation too, right? I mean, just the, as per my preferences, right? Oh. Okay. It doesn't have to be exactly the same. Winning. What do you mean? Okay. Okay. 这道菜辣吗？一点儿也不辣。只香不辣。OK，你对这个建议满意吗？完全满意，只合理不过分。OK，那个建议，the 建议 is only reasonable and not at all 过分，你太过分了。这本书厚吗？一点儿也不厚，只厚实不，我的妈呀！只厚实，一点也不，哇，是什么？臃肿 ？Okay, so here is meaning sturdy, right? 臃肿。Okay, 这个音乐会吵吗？一点也不吵。That's not a very good 音乐会 then.
指悠扬不刺耳。My turn. Okay, I need to say something adjective ma. Okay, something adjective ma. Something. Okay. 这首诗好听吗？一点都不好听。I don't know. 觉别扭，不顺耳。有这个词汇呢？如果我记得对，有这个词汇，顺耳就是 pleasing to the ear。耶，真的有这个词汇，就是 pleasing to the ear，顺耳。OK，一点儿都不好听，觉别扭，very uncomfortable, unnatural，对吗？大象跳舞，跳的，跳的直，笨拙，不高雅。笨重，不高雅。OK，那为什么这个课本里的练习题让我有点糊涂？这个不太难。那个衣服问题在哪里？这儿，你带的衣服，只合适不？过多，应该是这个吧？It's just right, not excessive. No，你带的衣服只合适不过少 ，is not insufficient。有过少吗？你可以说过少呢。OK，不够，你可以说不够，就够了，不够。You need to use a 贬义词，怎么？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应该再看一看一眼那个课文呢。看课文呢？OK。OK，我给你朗读。我记得上次我看这个课文，认为有点有点笨。我认为我怎么说？直，笨拙，不，顺耳。但是呢，OK，因人而异的。有点像 anti-feminist，对吗？所以我不太喜欢。婚姻对于爱情，有人说是坟墓，有人说是升华，还有人说婚后2年是婚姻的危险期。才结婚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新家。看着书柜里，一排排的书，有些成熟的，有一些是成熟的，no，有一些是熟悉的，不好意思，
一些是有一些是熟悉的，那是从大学到工作我自己买起来的，有一些是不熟悉的，那是丈夫从他的书柜里搬过来了，搬过来的。休假的那几天，我独自坐在自己的家里，感到不习惯。我不习惯的是一个新的角色，从女儿到妻子。小时候，我好希望变成一个男孩儿，那是我想，如果我是个男孩儿，必定像孙悟空一样。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只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结婚，做一个人的妻子。看不到我哈，妻子这个词，在中学和大学，我总感到离自己很远，当宿舍里熄了灯。那个是医生，当宿舍里熄了灯，同屋，便各自在枕头上发表议论。现在想起来，那是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了。月光从开着的窗户外边，洒了进来，月光里的。夜空就像是未来的日子，我们中文系的女生宿舍便谈论婚姻对于女性有什么影响，谈论中国妇女的解散道路，谈论年轻女知识分子与男子的平等，我常常只是听着。很激动，有时我有时也发表几句，很幼稚的议论，比我大的同学就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不知愁滋味，他们是同一个年龄，同一个年龄。好，暑假回家，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家里去玩，听他骄傲地说出一句：“女孩上大学是为了找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我立即甩门而去。这是合理的反应，我认为。从此看见他，只当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想，也许只恋爱不结婚，就是最好的生活道路。要不然，如何独立？如何不走中国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老路？但爱情终于向我走来了，在那些恋爱的日子里，早上我去上班，头上的天总是蓝蓝的，路边的树总是绿绿的，多么美好的日子，甚至让我相信这是对我以前做过什么好事的报答。紧接着，结婚也是也走来了。等到我在自己的家里独自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本时，才领悟过来，真正危险的时刻开始了。Okay, so this is the 2-year period of danger after the 2-year post-marriage danger period.
哦，我的，老公，丈夫，看到了吗？丈夫工作了一天回来，看到我在炒菜，他称赞我，真是我的好妻子，说完就开始吃饭，他那里知道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饭菜。有点不信，他喜欢馒头，我喜欢米饭。他看到饭桌上的馒头，又说：“真是我的好妻子。吃着饭，我想，也许这就是他的大丈夫主义。我一辈子只好跟着他吃馒头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点难过。吃完饭，丈夫说：“吃完饭，丈夫说，你很聪明，不要满足于上班下班。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要满足于上班的下班。”不要满足于上班下班。This is not satisfied with going to and from work, right?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可以写作。但我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只是闻着满屋子的花生油味儿。反反复复的想着家庭中的男女平等问题。有一天，丈夫说大学里的朋友们要聚会。他走了以后，我在家等啊等啊，开着窗户外，no，开着的窗户外。渐渐安静下来了，别人家的电视早关上了，他还没回来。我慢慢的从焦急到委屈，终于愤怒起来，大家都驱除吧，大家都出去吧。我换好衣服，关上大门，走到街上。街上没有人。公共汽车站也一个人都没有。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儿，走了一圈儿，走了一圈儿，又回到家门口。我想好了，丈夫一定会焦急地抓住我的手，问：“到哪去了？”这么晚出去。你碰见坏人怎么办？你出了事，我怎么办？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我就冷冷地说，大家都有会朋友的自由。可是我打开家门，丈夫并没有回家。第二天，有个蝙蝠。编辑有一个编辑来向我约稿，电话打到父母家里，是妈妈接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要丢在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你才25岁。”Yeah, you don't want to get lost in your career, okay? You're only 25. Yeah, it's complicated, isn't it? 我心里很乱。下班回到家，饿着肚子，写东西。不时生气地看着，一眼厨房，想男女平等，今天该丈夫做饭了。OK，丈夫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来了，走进房里，惊讶地问：“你生病吗？你生病了？怎么还没做饭？”我说
我是没做饭，我要写文章。Yeah，OK，为了男女平等，当时我真有点儿要跟丈夫大吵一架的想法。OK，丈夫只是看了我一眼，放下公文包，走进厨房，做起饭来。一会儿，丈夫轻声的叫我可以吃饭了。吃完不是我做的饭，也吃完不是我做的饭，我一点儿也没有平等了的感觉，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尤其看到丈夫忙了一天还在看书，看到他皱着眉头。在不停的追求，灯光照出了他一天的辛苦，也照出他内心没有因为辛苦而熄灭或用完的热情。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像灯光一样弥漫开来。我明白我现在的感觉，便是平等。当一个妻子深深地爱着自己丈夫，当她以温柔的感情去体贴自己的丈夫，她在精神上就平等了。Yeah，OK，be a good wife，对吗？这里充满着温柔的爱，这就是世界上所有平等中最好的一种。OK，我认为很多方面我不同意，但是我就是学习中文而已。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根据课文，那课文说什么？是不一样的，对吗？有人说，有人说，有人也，这个是明显的。看到丈夫搬来的那些不熟悉的书，我感到不习惯。对，没问题，这个是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想赶快结婚，哦，已经是错的。并想生一个男孩儿，再错不过的呢，非常非常错。我家乡，我什么时候？那个是叫什么？X，非常非常多的 X。女大学生们，总是在月光下的月光下的校园里谈论，婚姻和妇女解放问题，总是呢，他总是，也许就是有那一次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中文系的女生宿舍。Yeah, it's just one time, right? Just that once. 你看，现在就是一次性，不是每一次月光照进他们的宿舍里。就是一次，所以。这里我判断为错，我觉得是错，因为他说总是，不是总是，就是那一次，所以错，这是我的理解。对于中国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当一个贤妻良母，对，非常对的。
传统的看法，传统的，就是女性的传统的方式，对吗？生活方式，我认为恋爱充满危险，而婚姻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不是？其实，在那个短文的过程中，他的看法变了，对吗？就是提出他认为，有危险，充满危险。也许他这样认为，不想结婚，对吗？以后呢，他结了婚，就认为他就是。我怎么说？就是把男女平等扔在垃圾桶，就认为我老公很好，我应该给他做饭，而结婚姻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I think it's not true. I think the answer is no. I think we're meant to use the her initial impression, not her final impression. Oh, this is the problem. Maybe this was their attitude at the start. 婚后，政府对我非常满意。是因为我还是追求自己的事业。没有，政府没有说，没有说他满意我的。他认为，我追求事业是很好的，就是他喜欢吃我做的饭，或者我不想做饭，他就是做饭。一天，政府出去聚会，很晚还不回来，还没回，还不回来。我很担心，就走到外边去等他。是的，对吗？或者不是等他，对吗？我认为不是等他，就是他想要知道，如果他出去。会怎么样？也许他没有那个没有出国门，没有。也许那个家庭主妇就待在家里，对吗？我认为不是，等他，所以我判断没错。那时我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是的，我是作者吧？这个吧，25岁，就是大学毕业后，这是正常的，对吗？为了男女平等。我在做饭问题上跟政府大吵一架，没有，我准备好大吵一架，但是没有，吃完政府为我做的饭，我却没有找到男女平等的感觉，because that's not where you will find it, but okay. 我没有，OK，Go，这是对的。夫妻之间的平等应该是精神上的，对，并充满了温柔的爱，对，这个我可以同意。根据课文内容回答一下下列问题，OK，对于婚姻。人们都有什么样的不同看法？都有什么不同看法？
这矛盾对吗？都有什么样的不同看法？如果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能都有，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OK， 有人认为，他说，我怎么说？前两年不是 ，the first 2 years， 中文怎么说 ？the first 2 years， 是前两年呢 ？the first 2 years， let's ask ChatGPT，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I really should know how to say. It's such a simple thing. Let me see.The first 2 years. Maybe it's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 doesn't translate very well. The first 2 years. 前两年 Okay, this doesn't mean, it doesn't mean the previous 2 years.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前两年 But...最初的两年，最开始的两年。Yeah, this is why I thought, no, it's not a good choice. 前两年 also means previous 2 years. Yeah, okay, 最初的两年，最初的两年，最开始的两年。Okay, is 前两年 used to mean the first 2 years? And if so, can you rip up some examples, please? Yeah, sometimes these are different concepts. Previous 2 years and first 2 years are 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s in English. 最初的啊。Oh, okay, so it's not even going to try. 最初的两年里，然后。最开始的两年哦、oh, ，OK OK， 我说最开始的两年或者最初的两年 ，OK， 好的 ，Yeah，ChatGPT， 和他的想法有点类似于我的想法，他就是不是类似于是相似于我的，就是提出认为前两年，但是这是 the previous 2 years, not the first 2 years. So I think it should be okay. 最开始的，就是最初的两年。Okay, 回答问题。有人说最初的两年是危险的时候。还有什么？有人说，忘了。哦，婚姻是坟墓。OK， 好的，婚姻是坟墓。婚姻是升华，婚姻是危险。OK， 婚姻后两年，哦，婚后两年，这也可以。婚后两年，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对爱情和婚姻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婚姻是不好的事情，以至于我认为我一生中不用结婚就可以谈恋爱，但是谈恋爱不婚姻不结婚有利有弊，这个情况有利不有弊的吗？在恋爱的日子里，我的感觉怎么样？在那个 OK， 在恋爱的日子里，他认为
周围的环境很漂亮，有蓝蓝的天空，有绿绿的草，一切就变了，对吗？跟结婚的时候，我为什么有一些不习惯？OK，在文章里他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他看书柜，书柜里，不只是有自己的书，也有丈夫的书。不过呢，这就是一个例子，对吗？他这里指出是他不喜欢这个生活方式，对吗？那个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作为妻子，对吗？丈夫夸奖我是好妻子，我为什么觉得难过？因为那时候我不喜欢传统妻子的角色，对吗？为什么难过？我不想，我想，我有自己的思维，我有自己的事业，我不想，把所有的生活浪费，在家里做家务，给他做饭，啪啪啪。所以他说我是好妻子的时候，就觉得，这样夸赞我呢，夸奖我，丈夫要我写作，妈妈也要我不要，也一，哦，那个要应该是医生，政府要我写作，妈妈也要我不要去，要我不要，丢了自己的事业。Wait a minute。No，不对，你不要丢了自己的拼命啊！我理解错的，你明白我哪里错呢？我认为妈妈不支持我，她不支持我追求我的职业，我认为你不要什么样的职业？你不要职业，你不要失业，你不要失业，你不要什么样的事业？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这个不要了。但是呢，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起来的事业。So you don't want to lose it。是袒护吧？我认为我的理解是可以的。你不要失业，你不要什么失业，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起来的事业，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理解，我认为。但是他的意思是，Yeah, I thought you don't need this career. You're only 25. Yeah, you don't want to bust your gut working at 25. I thought that was a little strange for Chinese people. Okay, 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Okay, you don't want to lose the career you have struggled to establish. Yeah. 你认为呢？你认为我的理解是合理的吧？你不要失业，你不要什么样的失业？你不要啪啪啪的失业。I thought it meant you shouldn't sacrifice your youth for your career at that age, especially since she's now married. She, I thought the mother was trying to push her into a happy marriage. Whereas the mother's trying to say, oh, don't give up on your career.
Okay, but why would she say this? Was... Was she going to give up her writing career? I don't understand. Maybe if I look at the original version, it will be clearer. I don't know. Shall we have a look? Let's go find the original version. 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看, 看能不能找到原本。 OK, Google一下. 他的名字叫陈丹燕, 陈丹燕。 他的文章的名字是 人 no 初为人梯梯子 yeah. OK 这是原本对吗 有点好，我尽量放大，这个看得到吗？OK，我确认一下。OK，如果我看这个，也许我会更清楚的了解他的态度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OK，CT。OK， okay, 陈丹燕。 婚姻的危险期，才结婚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新家，看着在书架上轻轻放置的一排排书，有一些是熟悉的，那是从大学到工作我自己买起来的，有一些是不熟悉的，那是丈夫从他的书架里搬过来的，隔得远远的，我都能唤出他那小屋潮湿的灰气。 休假的那几天，我独自坐在自己的家里，环视四处，感到不习惯。我不习惯的是一个新的角色，从女儿到妻子。OK，所以这部分他们删掉，隔得远远的，我都能唤出他那小屋潮湿的灰气。 小屋的灰气，小屋潮湿的灰气，灰气，this is kind of like, this hui is dust, but it probably means, describes the atmosphere, the mood of the room. 小时候我好渴望变成一个男孩。 很小的时候，我想跟着大哥和二哥出去玩。为什么去掉这个吧？那一次，他们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杆气窗，air gun，OK，现在我理解为什么，OK，air gun，OK。<笑> 为什么去掉这部分？说是去打麻雀 ，OK， we're hunting sparrows。 他俩兴冲冲的 ，OK， 那个词典不要，兴冲冲的在走廊里把臭球鞋，哦，臭球鞋 ，OK， stinky sports shoes。 踢得东一只西一只，我说我也要去。二哥瞪起眼睛吼一声，
你去干什么？人家全是男的。他们风驰电，这个汉字不认识，电锯，风驰电掣，电掣。风驰电掣的下楼去，留下我一个人在家哇哇的哭。那时我很恨自己，这个很恨自己是个女孩，该死的女孩。那是我很主动的要求，要求穿哥哥生下来的衣服，灯芯，这是 lamp wick 对吗？所以 should be candles 吗？灯芯绒夹克。哦，no，不是灯芯绒 corduroy jacket。OK，好的，宽宽的橡皮筋，这什么？经络？经络？橡皮筋乐在手腕上，那个乐。OK，那时我想如果我是个男孩，必定也是孙悟空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条好汉，只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结婚，做一个人的妻子。妻子的字眼是什么意思？wording，妻子的字眼。在中学和大学的我，总感到有几分滑稽和遥不可及。OK，comical and a long way away，对吗？当庆室。离西之灯，庆室，这是废寝忘食，这个吗？庆室，秦室啊，不是秦室，同寝室的同学，OK，这是同学的意思吗？便各自在枕头上发表议论。那我那个现在想来。这是什么表定符号？那是紧张呆板的学生，这是一个成语，对吧？生活中最愉快清新的时刻了，月光从开着的窗外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的飘洒进来。月光里的夜空就像是未来的日子，那时候，正是解放思想的纷乱而令人兴奋的日子。大家都热切地谈着异化，谈着异化，我不太知道什么意思，都谈着异化。alienation，异化，就边缘化的感觉，这个吧。我们中文系的女生，OK，so she's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h, and she's becoming an author. OK，yeah，I think I know I understand. 我们中文系的女生，平视，便谈论婚姻对女性的异化。Yeah, they use much stronger words in this article than the edited version. 谈论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OK，谈年轻女知识分子与男子的平等，谈奶油小生，小生是什么？奶油小生。Pretty boy, OK，奶油小生，谈乔治桑，What do you think this is? I have no idea. 他热衷
热衷地倍增懂懂的听觉，很激动，偶尔也插几句后，插几句过后，自己也觉得幼稚的评论。OK， 这是我，大同学就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就是撩开蚊帐，就是 open the fly wire or something， 撩开蚊帐 mosquito net， 看楼下渐渐安定下来的校园，看远远的小河，像指甲一般从矮树丛里亮出星星点点来，我想结婚一定会是一个女孩的坟墓，从此被压迫，从此最为失业的丈夫挣扎，从此要为事业和政府挣扎。Okay, so she thinks marriage is a coffin, a tomb, or a graveyard. She will be forced to do it. She will be forced to argue with her husband to defend her career. 从此蓬头 no, 这个不知道蓬头后面垢面蓬头垢面从此蓬头垢面粗俗不堪 Okay, so she's getting all messed up and vulgar because she's getting into arguments with her husbandThe husband that doesn't exist yet. 就像项链里的女主人公一样，遥遥地听别人说女权运动，觉得很浪漫，很动人，很有同感。很动人。So she's kind of here and here at the same time, right? 不想结婚就想结婚。OK, 暑假回家，到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屋里玩，听到他，听他骄傲地说一句，女孩上大学是为了找一个好丈夫。做一个现代的时髦妻子。Okay, become a fashionable wife. That's why women go to university, right? To be a fashionable wife and find a good husband. 我立即甩门而出，从此遇见他，只当见 ，no， 当见到的是。一团空气。哦，那个是当见到的，当一生二生，一生四生，我总是不知道。我想，恐怕只恋爱不结婚是最好的生活道路。Okay, so she's happy with love, not happy with marriage, not getting locked into a marriage and sacrificing her career. 要不如。要不如何独立？如何不受侵略？如何不走中国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老路？一个人还小的时候，总是把传统的东西一股脑儿看成腐烂的东西，一股脑儿。就是一股脑
lock, stock and barrel 5股脑 OK 就是全部恨不得让与进 OK completely throw it away 等到大了OK 那个大就是长大的大对吗才会细细的用心和眼睛看分 no 去分辨和挑练挑拣一下但爱情是是不由分说的呼啸而来说不清道不白的美好说不清道不白不由分说的呼啸而来OK, so this one inexplicably OK, love inexplicably No, how do you say it? Inexplicably arrived at the doorstep 说不清道不白的美好那些恋爱的日子早晨我跨过方格子的人行过去上班放格子的人形 This is paved with squares 人形 No, I'm not quite sure 放格子我跨过方格子的人形过去上班看着头顶上蓝的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简直相信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对我以前做过什么好事的报答紧接着结婚也劈头盖脸的来了OK, so I split my head open and covered my face. Something like that.Showered down. OK. 等到我在自己陌生的家里独自端向书架里排列的古怪的书本里端详才醒悟过来真正关键的时刻到了。丈夫劳累一天回来看到结婚以前从来没做过饭的我在举着锅盖举着锅盖当冒炒青菜这是一个名字对吗 No, 炖炒青菜这是一道菜的名字对吗说真是一百个人你也找不到一个的好妻子。OK, 说完去剩饭。他喜欢。OK,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y had this. 那个是稻米对吗糙米。你记得吗他们在练习题有这个汉字。这儿，我学过它，我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个练习？为什么让我们学习这个汉字？它不出现在我们短文里，但是耶，它删掉了这部分的，也许编辑的过程中就。删掉了这部分。他喜欢糙米饭，我喜欢精米饭。OK， 所以你知道那个课文里说他喜欢米饭，我喜欢馒头，对吧？所以他修改这里修改。I like coarse rice. No, he likes coarse rice. I like fine rice. Right? 他看到盘上来的是。偌大的稀松的糙米
又说，认识100个人，你只有一个的好妻子，吃着饭。我想，也许是便，也许这便是，一时深处的大丈夫主义。Okay, so when my husband finished telling me I'm a good wife, I interpreted it as chauvinism. 我一辈子只粗糙米了，直到这里，心里有一点凄凉。吃完饭，丈夫说：“你很聪明，不要满足安安静静的上班下班，居家过日子，你可以协作。不要满足。耶，那个满足是什么？不要满足。耶，这个样子，你很聪明。不要满足安安静静的上班下班。那个满足，you don't need to. Maybe this is like shut up and go to work kind of meaning. Yeah, I think the husband is suggesting, oh, well, if you stay at home, you can work on your writing. That's reasonable, isn't it? Yeah.但我这时没有听见，而只是闻着满屋子的新家具，的房新气味，房新这个词汇不知道，房就是采访的房，对吗？还不知道这个词汇，和一休上的花生油味啊 ，OK， 这里是。他说是他衣服上有污点，对吗？这里说的也不一样。他说的是什么？只是闻着满屋子的花生油味。Okay, this is, I can only smell the 花生油味 Yeah. 房新气味 Yeah, so what she's smelling is the new house smell, and she's seeing the peanut oil stain on her clothes. 油味 Oh, no, she's smelling the peanut oil smell.From her clothes. Okay, that's what it means. 反反复复的衡量关于家庭中的男女平等问题。回想着丈夫狼吞虎咽吃饭时心里的愉快。我问自己这是否 no, 这是否是异化的苗头。Okay, this is the, like, marginalization, alienation, the 苗头, the sprout. 有一天丈夫说大学里的朋友们要聚会是一个纯男人的聚会。Oh, okay, that makes a lot more sense. Yeah.They did not say that in the textbook. 课本里没有说是纯男人的聚会。So I think the boyfriend was being real, the husband was being really rude. But it's like a boy's night out. Okay. 他等啊等，我等啊等啊，开着的窗户外渐渐静了下来。别人家的夜。别人家的夜哭狼哭了又睡着了是什么意思夜哭狼哭那不知道不重要别人家的电视
早关上了。啊，这个词典不要。看到了吗？对，可以。街对面的夜宵铺，碰碰的关了门，是碰碰的对吗？碰碰碰碰的碰碰的关了门，他还没回来。我慢慢的从焦躁到委屈，终于愤怒起来。大家都出去吧。我换上衣服，和高跟鞋，关上门，走到街上。街上没有人，偶尔有辆昏昏欲睡的自行车摇摇晃晃，骑过去。公共汽车站一个人也没有。我在街上走，自个默着。是什么意思？自个磨着晚饭，自个磨着晚饭不太讲。晚饭时，让油溅疼的胳膊，自个平息不下，气氛，自个磨着。做完 okay, so she hurt her arm by spilling oil on it when cooking. I mean, yeah, I think it's okay to get angry. It's like, that's how you vent, right? So, but here, while she's out on the street, it didn't calm her down. 走了一圈又回到家门口，我想好了，政府一定会焦急地抓住我的手腕。到哪儿去了？怎么晚你碰见坏人怎么办？你出了事，我怎么办？怎么向你爸爸妈妈交代？我就冷冷地说，大家都有会朋友的自由。你可以这样写。我打开家门，丈夫并没有回家。第二天，有一个编辑来向我约稿，打电话到家里，妈妈接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Yeah, it's not clear which house they're talking here, right? Maybe her mother was at her house. I don't know, Mama, but this.Maybe a completely separate event. 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你才25岁。Yeah, 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She did write this. Do you think it means... At first I thought it means 你不要你的事业，什么事业？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是建立起来的事业。But the meaning is bigger. 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自己的事业。我认为是含糊的。我心里很烦乱，好像又想粗俗。这是一个词汇吗？粗俗对吗？粗俗我是遇到过。家庭主妇，家庭妇女，万进一步。我下班回到家，饿着肚子打草稿。见火愤愤不平的，瞥一眼，暮色。暮色 twilight 对吗？暮色，暮色 yeah 就是，健身的厨房，煎火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想盖丈夫做饭，丈夫重重的上楼梯，
惊讶地冲进房间。你生病？生病吗？啊，他这里说生病吗？生病了。这个这里他问的是生病了还是生气吗 ？No， 生病了，你生病了。OK， 你生病了。怎么还没做饭？我说我就是没做饭，我也要写文章。我想当时我一定有一点儿有一点儿节衣实践的样子。丈夫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放下书包，走进厨房，爆油锅了，饭熟了，白碗了，丈夫照可以吃饭了。我心烦意乱地走出去。政府帮我称好了，是称还是上称？称二声，称好了饭。吃完不是我烧的饭，我一点儿也没有平等的感觉。心里像有一个是软软硬硬的东西堵着。尤其看到丈夫把奔波了一天的表格到桌下骄傲。尤其看到丈夫把奔波了一天的脚格到桌下千辛万苦的这是心。是辛苦对吗？不是这个汉，千辛万苦的读通识的时候，通识，所以 this is reading history. OK， 那灯暗暗给丈夫脸上照出了一天的辛苦。辛苦 is this character. 辛苦 it seems like it is wrong still. 辛苦不是辛苦，辛苦。也找出他内心没有因为辛苦而熄灭或者用完的热情。他的眼睛黑色的发亮了，像一匹年轻的马的眼睛。心里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像灯光一样弥漫开来。我看着他，看他的眉头做成川字。Oh, I like this writing style. So he's 皱成川字。So he frowned in the shape of this character. Okay. 他的灵魂总时时刻刻的寻找和追求着什么。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碎裂开来。课本里面有一个词汇。心乐 ,no, 音乐音乐般的响。夜里我被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压醒 OK， 那是熟睡了的丈夫的头从枕头上滑到我的胳膊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熟睡的男人沉重的呼吸迟迟眉间像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争斗和撕咬着在窗帘缝二声的吗缝 no, 窗帘缝里的微弱月光里我吃惊的看他
那征服悉尼的世界远远不像他白天那个稳重坚强，他的手抓疼的我的手肘啊，疼可以作为动词。他的头往人头更柔软的地方钻。看，那一刻，他像个受委屈的男孩，像在外面打架打输了的小男孩。这时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又深又大的同情和温柔，从心里升起。我明白了刚刚那一阵。碎裂什么？是什么？我也明白了。现在我的感觉更是平等。当一个妻子深深的同情和爱自己丈夫的时候，当她心里充满温暖的体恤。体恤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To empathize with，他用，是，我忘了是什么词汇。体贴，他用体贴、体恤也有这个意思吧？也许换成另外一个词汇，他的时候，他的身形上就平等了。丈夫和妻子的平等，应该像雨后的水洼，水洼。OK。倒映至特别蓝的天，特别美丽的阳光和特别绿的树叶，这里有许多温柔和爱和同行，这是世界上最有平等中最好的一种。This makes a lot more sense than the textbook. Yeah, in the textbook it said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ever cooked. I was like, what? I don't think so. So fun. I don't think it said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ever cooked, right? Unless I missed it. 课本你说什么？这是他第一次做饭，对吗？肯定不是25岁的他。我给你看。稍等一下，课本这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做饭。在哪里？我一辈子只好，no，不是这个，近你一点儿，no，在哪里呢？OK，算了，这个不重要。但是我真的认为他这样说，就是这儿，对吗？或者是呢？他哪里知道？他哪里知道？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饭菜。他没有这样说，对吗？我们搜索一下好不好？我很好奇，他真的这样说呢？他哪里知道？他哪里？OK，没有这个。不知，他用不知。No，这个没有关系的。
Yeah. Why does the textbook s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he's ever cooked a meal? It just seems so weird. It's like, I saw it, I'm like, there's no way. A 25-year-old, first time cooking a meal? I think I started cooking at like, I don't know, 15 or something, maybe? What's I talking about? Oh, yeah, Lila went. Yeah, 这部分我不深的了解，对吗？就是我就是起初认为他的意思不是不要你不要丢了事业。I didn't understand that. Okay, 所以我们回去，我们到哪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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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K, 丈夫要我写作，妈妈也要我不要丢了自己的事业。我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他没有说是怎么想的。心里很乱。不过呢，我认为他想协作，他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想协作。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愿意跟政府吵架，因为他想协作。而且他属于中文系，对吗？读大学的时候属于中文系，所以他应该对写作感兴趣。政府很晚不回家，我的感觉怎么样？我感到一系列的感觉。你知道那个原文说就是男人，那只有男人的聚会，对吗？对，这本课本里没有这么说。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孤独，然后委屈，然后生气，愤怒。我忘了第一个感觉是哪个。猪猪猪猪猪在哪里？应该在这儿，对吗？在哪儿？这儿。焦急，委屈，愤怒。OK, 这是这个系列，感情的系列。那天我为什么不做饭？OK, 这个有点难说。也许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想写文章，但是真正的也许更深的原因含义就是因为他一生中总是了解这个男女平等。他对做妻子那个角色有一个也许一种看法，他认为自己做饭，天天做饭，也许也不适合我。所以呢，有一天他拒绝做饭，想写文章。吃完丈夫给我做的饭，我为什么仍然没有平等的感觉？这个有点难说，我需要考虑一下。就是他就是逼迫丈夫做饭，他很忙很累，对吗？他
也许以后他发现，真正的平等，不在于那个谁做饭、谁做家务这个问题，就是在于，那些就是互相照顾、互相体贴的情况，也真的很难说。为什么说夫妻之间的平等是世界上最有平等中最好的一种？哦，是世界上所有平等中最好的一种。I don't know. Did she say that? 充满温柔的爱就是世界上所有平等中最好的一种。Okay, it's one of the best types of equality. The equalit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Okay, 这是更深的精神上的平等。不是表面上的，你做饭，我洗碗，那个平等，不是那个表面上的，很浅的，皮肤浅的，平等，OK，就是很深的精神上的感觉，平等，OK，复句练习，OK，就是连接起来，对吗？这个放在那儿，不好意思，我就是，OK，这个课本，麦克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麦克不但会骑马，而且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反而称赞了他。有可能是那个吧？No，这个不太恰当。而且，不但而且还会给妈治病，不但也在逻辑上、意思上不恰当，而且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反而越刮越萌了。哦，OK，我看错了。麦克不但会骑马，so Mike can not only ride horses。我就是理解错了，而且还会给马治病。OK，so he can also treat horse illnesses。OK，举办奥运会不但对北京有好处，而且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啊，这个没问题。大风不但没有停，而且我，反而越刮越猛了。OK，没问题。他听了不但不生气，而且倒笑了起来。就是这个对吗？或者而且，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主任不但没有批评他，也倒笑了起来，应该是这个。No，反而称赞了他，就是这个。研究人员不但发生了设计上的问题，OK，不但OK，而且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OK，所以之前的那个，
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倒笑了起来。OK，我说的多，哇，时间过得很快。OK，我试一试，可以写完这部分。模仿例句，将下列句子改成用月。OK，清楚这个。OK，这个工作干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有兴趣。这个工作他越干越有兴趣。OK，他涨得越多，我们越听不明白。他越讲，我们越不明白。OK，Yeah，I don't think I'm getting shorter。需要有他和我越和越讲和不明白，其他的也可以去。就是剩下的就是必须的。他越看这幅画越觉得喜欢。这幅画他越看越喜欢，他说话的声音，开始很大，后来就渐渐小了。OK，这个可以删掉，这个是越来越少了，说话的声音就是他声音越来越小了。他声音越来越少了就行了。我们谈论的几次，问题更清楚了。问题讨论的越来越清楚。No，越讨论越清楚。问题越讨论越清楚，就这个。问题越讨论越清楚，就这个。就是八个汉字。问题越讨论越清楚，OK，这是词汇。大丈夫，大男子主义，封建主义，男权社会。This is patriarchy or patriarchal society. It's chauvinism. I don't know many words like this. 小女子，小女子是什么意思？屋里的小女子是贬义词呢？小女子，it did self pejorative. Yeah, it sounded pejorative. Yeah. 还有那个小丫头，对吗？OK，屋里的贤妻良母，良母，女权主义也男权主义，有男权主义什么，或者大男子主义，女权社会，OK，权力地位解放，这是 liberation 对吗？独立平等关心照顾温柔体贴。他用体现，no，体现对吗？那个原文是用体现，或者是体现体是什么？哦，返回体什么？No，拼错了。这个，哦，体恤，设身处地的地，设身处地的，给予同情和关怀，show solicitude for. Sometimes they use very interesting words. What was I doing? Oh,
半边天不知道，就业没有失业 ，OK， 还有失业，事业，职业，家务，矛盾，半边天 ，it's half a day， 半天的意思对吗？半边天，哦 ，no， 半边天 ，yeah，OK，、okay, 妇女能顶半边天。OK， 是毛泽东说的，对吗？OK， 所以女性 ，OK， 半边天就代表女性，对吗？晚霞样红了半边天，哦，这是立储名，发挥半边天的作用。那个是 figurative 对吗？介指妇女 ，OK， 半边天，也我忘了那个吧。你写我就是半边天 ，OK， 然后呢？说一说尽量有 OK， 如果你是男的。你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个贤妻良女良母的 ，OK。如果你是女的，你愿意做丈夫和孩子的？我因为他们会问丈夫需要就是辛苦好好努力照顾你或者之类的吧，但是就是。Would you like to be this kind of woman? 我吗？肯定不会。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适合我。我可以告诉你。你认为婚姻对妇女有什么影响？有点难说吧。也许会提供一种稳定性，对吗？其实每一个女士都不一样，对吗？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实际真实，对吗？她的真实和她的真实可能不一样，对吗？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可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吧。如果你想结婚，你希望自己以后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老实说。我不想结婚，我认为自己生活最好，就是一个人生活最好，没人干扰我。你是怎样理解夫妻之间的平等呢？说说你的理由。平等。就是 literal meaning, just try to balance responsibilities and look after each other. 就是平等的分享责任和互相照顾等等。你同意夫妻之间有了爱就是最好的平等。是最好的平等。我认为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爱不是平等。夫妻之间有了爱。爱和平等是两个事情，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他可能不好的对待你，你还是爱他，偏偏爱他，你照样爱他，偏偏爱他都可以。你能接受只恋爱不结婚的生活态度吗？
澳大利亚没有那么罕见，也许人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上。如果妻子比丈夫强，那你觉得他们的婚姻生活会幸福吗？我认为妻子是否比丈夫强不会决定他们是否幸福。如果丈夫比妻子强，会影响他们的幸福呢？类似的问题。你认为妇女怎么样才能真正得到解放？You're asking me how women can be truly liberated? 我认为在理论上，女人已经我怎么说得到解放，是吧？就是社会已经建立了不少的妨碍，不过呢，理论上就是已经解放了，对吗？男女平等，法律上一样，对吗？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就是我认为所有的女士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在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会受到家人的压力，他们会受社会的压力。他们有权利拒绝，但是要考虑很多方面。OK， 谢谢。那我不想写，尽量用上更学的词。女权主义。OK， 比较不同的文化。OK， 女权主义产生的原因。因为，女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就是女士抗议，对吗？What was the reason for feminism, the rise of feminism in Australia? I don't know. It's just in Australia, I don't know. In the USA, they had the women's rights protests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interesting studying American history sometimes. 那些女性容易赞成这种观点。哪种观点？女权主义或者男女平等？我认为男女平等就是普遍的我怎么说，受到普遍的认同，对吗？不是一个边缘的那个看法。It's really normal. It's like standard to accept equality of sexes. 就是如果你不接受男女平等呢，你会成功的找一份工作呢，或者你会做什么？也许奇怪，也许待在家里，就是写博客的文章，对吗？社会对这些女性的态度，哪些女性？I think they're talking about what society thinks of feminists. Maybe 我可以说我的态度，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就是
feminist 对吗？女权主义者，就是没有人，没有人说女性应该，应该有更小的比男小比男小的权利，对吗？我认为没有人会这样想。有的时候这些那个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女性应该怎样做？我不支持这样的态度。就是你告诉女士应该那样做，就是你想克服的问题，对吗？就是yes， 所以呢，我认为很多女性她们喜欢那个传统的，生活，对吗？贤妻良母的生活，我如果她这样想做，就那样做，就没有问题。但是有的那个主权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否则所有的男人会期待所有女人这样做。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认为基本上我支持这个女权主义，就是应该有平等，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目标，做自己的决定，对吗？也许我的看法有点幼稚，但是 OK， 我没有彻底学过这个话题。男性对这种观点的看法，哪种观点 ？OK， men is it men? What is men's attitude to feminism?需要看情况。我认为大部分差不多所有的男性，他们认为就是女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对吗？也许男性不支持他们干涉他们的生活理想，对吗？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妻子？但是也许女权主义告诉女人，你不需要这样做。也许男人会生气。女权主义者个人的婚姻生活。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sentence?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A feminist, when a feminist gets married? I don't know. I think 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really. 就是女权主义者想要结婚就结婚，想要做什么样的生活就做那样的生活。我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奇怪的主意，那个奇怪的感觉，奇怪的看法，对吗？就是 I think everyone largely accepts equal rights, right? This is not a strange foreign like concept. so if a feminist, a feminist personal marriage, 个人的婚姻生活。I don't know, like the only thing, 我认为 yeah, 女权主义者重视那个个人，对吗？就是他不需要因为别人那样做，所以自己也得这样做。对吗？没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肯定不能说
女权主义者的婚姻怎样？对吗？OK，算了。男女平等比较不同的文化，历史上的情况也，历史上的情况，也许，就是，男人出去工作，女人待在家里做饭做家务，这是一个情况，也许就是全世界差不多都有这个，情况，对吗？OK，政治地位方面，也现在还不完美，也你可以看你的国家，就是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有没有女人呢？有的国家有很多女人的政客，有的国家，就是差不多没有或者有稀少的，对吗？社会地位方面，也很难说吧。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就是社会期待女性生孩子，如果女性觉得我不想生孩子，也许大家都认为她有问题，对吗？但是她不想生孩子就不生孩子，这是她的权利，对吗？她有自己的权利。工作方面，也许工作在工作场所里，很多人有偏爱，是偏爱那个偏见，也许他认为你是不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也许就是劳动或者这类的吧，也许，或者也许那个很多，他们认为，一项工作会更适合女性，比如护士，做护士可能更适合女性，对吗？也许这是传统的方法，想法，或者呢，也许有的工作更适合男性，我怎么说？维修车的人叫什么？那 mechanic 对吗？但是真的有例外，就是平等呢，我认为，有点难说吧。在理论上，女性男女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就是。从事他们想从事的工作、职业，对吗？不过呢，如果男生想要成为一个护士，也会面临很多的障碍，反之而来，反之，女性女生如果。他想要成为，想想，渔民，比如说渔民，fisher woman，也许他会面临其他的障碍，所以，理论上有共同，有男女平等，但是，也有很多障碍，对吗？婚姻家庭之中，这个很难，对吗？婚姻家庭之中，比如说你家庭有孩子，最好有一个，有爸爸还是妈妈，
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对吗？或者也其实在中国就是姥姥姥爷奶奶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照顾孩子，对吗？也家庭一般应该有家主，应该有家主工作。如果爸爸妈妈都工作，也是是公平的，对吗？是平等的，但是也也许，爸爸妈妈可以有不同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平等，对吗？如果 OK， 比如一个女士喜欢家庭，做家庭主妇，她可以在家里照顾孩子，不好意思，我手上头有尘土，或者男生可以工作，也许他这类的工作，他这类的家庭结构可能适合他们，但是不会适合所有人，对吗？但是也随着社会思维的不断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这些不传统的家庭结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开心，开不开心，对吗？OK， 对待子女方面，已经说过了吧。不过呢，真的难说，对吗？就是不只是女士受到社会的压力，女士社会那个逼迫女士照顾孩子，对吗？在家里照顾孩子，也逼迫男士，就是天天工作赚钱，支撑家庭，就是平等嘛，平等上，或者男女平等，在那个方面很难实现，对吗？我认为不是，就是爸爸一次换尿布，妈妈一次换尿布，我认为这不是男女平等的意思，就是大体上就是一个人的努力和另外一个一个对象的努力和另外一个对象的努力就是相等的，或者在同一个范围里吧。OK， 关于这个话题，我就是普通人。如果你想知道最好的答案，也许你应该问专家。专家会告诉你准确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看法。但是如果明天有人说你应该这样说，或者也许他们说服我，这个角度是更好的，也许我会改变我的思想。OK， 我挺累的，我说了很久，睡觉去，吃饭去。现在就是晚上，这里很晚，很早就变黑了。OK， 我歇会儿，睡一会儿。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哦，想要鼓励我，请给我点赞，好不好？下次聊，拜拜。